说因为我认识我认识立伟。方文不在家啦，关你什么事？哎呦哎呦，新北市前议员李婉玉在前年的这一罪，罪上前立委张硕文家猛按电铃啊，不仅跟邻居起争执，还涉及打伤远景被送办，最后被依妨害公务强制未遂罪起诉。李婉玉还曾当庭向警员道歉，请求判缓刑，但台北地院17日认定他两项罪名都成立呀、啊，妨害公务罪判他4个月，强制未遂罪则判处拘役20天，可一颗罚金共14万元，未宣告缓刑。然而李婉玉在18日凌晨则在脸书粉丝团发文怒呛，控诉自己被摸胸部被打还要被判刑，放话要组织一个被二警检迫害联盟。